起立。立正。站立。请坐。啊，家己民政府啊，诶，资源，所以用钱啦、啊，必须爱用伫这个啊刀口上哦。这就是讲大家爱有这个观念。搁第二个啦，咱要爱一块要做两块用。这就是说咱所知啊，这个流氓政府啊，伊呐在做这个工程啊，咱所知啊，就是说十块啦，有诶才做三块的工程，咱足痛心嘞。咱爱做甲讲一块要做两块用。这就是效益，咱一定爱甲咱流氓政府有所差别啊区别，这大家那爱一定爱了解。搁第三点啦，咱的会计制度内底啦，一定爱有这个内部的控制，这也足要紧的。有的人在执行的时候，无伫前面咧执行的时候，无真了解，咱会使摕这个会计的资料来做检讨，啊，来做啊改进。所以讲会计，唔是干那讲一般讲的讲干那绩效，绩效实在是讲是无啥物路用啦。人一般讲是历史的成本的表现利益，实际上伊内底上重要的就是内部的控制甲效益效益吼，效益的分析，这就是讲咱所爱了解的。啊，过来，咱民政府。咱啊接到建款以后，各单位啊一定爱建立这个会计制度。那么这个会计制度啦，咱要做甲清清白白，予咱啊的人民会感动。真正无共款就是无共款，咱有这个决心来遮受训的啊动心。拢爱有这个啊决心，做出来这个代志，真啊做出来，咱台湾永久是亚洲的水师，咱一定要做到啊！咱秘书长的交代，咱从两岁到十八岁，咱读大学。一定免费，这就是欧洲世界上啊，我所知的德国，拢因为德国佫做甲讲，你若去外口投资的德国人，有偌济人因要读因的母语，伊就
在迄个所在成立一个德国学校，因为我伫国外，我有十几年的经验，我会感觉发现着讲，哎、欸，这个所在应该一般讲，哎、欸、啊，这个所在啊，唔是讲伫世界啊足有名，哎，要做城市，哎、欸，啊有德国学校，所以讲这个观念大家拢爱有。实际上，那咱的啊财务的管理做甲足好嘞，咱一定做会到。哦，这就是咱开场白啦，予大家了解讲，诶，咱奈必须了解这个会计制度。啊，因为会计制度，咱若要搁甲讲较。白就是讲，上头讲来讲会啊会计，会计是咧做啥物？是做一个绩效的循环的作业记忆尔。制度是啥物？咱所了解，就是拢定出来。哦，一般来讲是法律啊定出来，啊这定出来。加两个合作会啦，都有什么呀？有这个管理效率的评估，啊，这营造每一个单位的比较，啊，每一年的比较，所以讲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行政单位的比较的。依据啦，吼，诶，根据啦，所以讲，啊，这点大家啊爱了解，哦，啊，咱即马再来看咱啊诶泡泡诶诶资料啊来做一步诶说明。咱今日啦，要分到啊五个部分来介绍。第一就是讲基本的观念，我头拄啊所讲的，那会使讲属于基本的观念内底。啊，第二个部分有诶无了解，诶、欸，虾米叫做一般的公认的会计原则？哦，哎、啊，这有诶无了解，咱也要来啊介绍，有诶。会计的毕业，那考三四流的大学，有诶会计的毕业，你敢问讲，一般啊，一般公认的会计制度是啥物？因我搞不清楚啦，哦，弄未清楚。啊，所以讲，这个啊，咱要讲会计制度，一定爱了解讲，这个叫做一般。啊，公认的会计原则，啊，甲会计政策，哦，因为各机关呐、啊，我较简单讲，会计政策啊，咱我举上简单的例，予大家就会真清楚。啊，咱早期联邦政府来，伊。所有的预算拢开伫啊，讲要反攻大陆。啊，建设方面做了足少的，啊，无钱要起这个啥，这个西丽大桥。哦，因才去想讲，啊无，咱用少的啦，来甲沙烏地讲。甲沙烏地照一遍，这就是伊，这就是用叫做会计政策。伊无伊的预算一概无法度变遐济，摕遐济钱出来付。伊甲讲用借款、用基金的方式，甲沙烏地阿拉伯借一笔钱来起，起好才分年啊，伊个迄个收这个过路费，
啊，甲啊分泥来编这个预算来行，啊，这就是叫做会计政策。所以讲，咱诶民政府诶计划，那今有登记性诶，咱来用这个方法，咱会使讲这啊，咱叫做啊会计政策。啊，咱即马阁讲来讲，即马第四点啦，我讲简约的会计制度，因为咱现在啦，啊，也无遐济人手，啊，咱用较简单的方式，吼，啊，来创一个来啊，这个例子啦，范例啊，事例吼，啊，来这个例，给大家。啊，这个例啦，啊，因为我有附件内底啦，拢有这个啊网站里面啦，可以去抓。啊，是大家有需要的时，啊，咱啊，咱这课啊结束了后，大家会使去咱的工作人员啊来遮把咱的这个。因啊，在这里讲解这里诶 PowerPoint 啊，大家来啊 download 下来啊，咱拢啊开放啊欢迎哦啊，甲尾啊，咱会啊做一个简单的啊结语哦啊，这就是咱今日啊进行的啊相处啦哦，咱即马。来讲会计制度，哦，什么叫做会计制度？哦，咱用得看讲会计制度，头拄啊，我讲着，这个制度拢甲法律、甲规定有相关。啊，会计是咧讲会计做小的生意啊，的循环，拢啊，所以讲咱即马甲。啊，用文字来表达讲，啊是，咱是吼、哦，根据这个一般的公认的会计原则，甲其他的法律法源，吼、哦、所要求下制定，企业也好，团体也好，啊国家也好，吼、哦、内部会计循环的作业，啊这个。不是只有这个作业而已，还有这个会计政策，但有几一个例、啊、大家会了解说，因为有的说咱国家的预算都是要编这个税入税出，先编这个预算，要依照这个预算才来执行、啊、实际上地方政府他加预算，啊，无预算啊，无要紧啊，先啊，迄、那个公告人员3%就加，先啊，伊就啊要提高吼、哦，这个薪水啊，就加升落，啊，这都是啥？讲起来是咧买票嘛，咱足清楚呀，哦，啊，有诶，应该付诶。咱会了解，因为这个根本是咱台湾人做总统的时啊，建立起来好制度。我的想法讲，伊可能想要把这个制度破坏掉，啊，因为因拢无什么制度嘛，啊，无什么好的要做啊建设嘛。啊，所以这个现象下，想要把这个咱这个进步的足好的看病啦，啊，迄、那个又怎啊？咱这些人民拢有法度去选这些医生，哦，唔是伫外国，哦，咱要看一个病，啊，都爱先为家庭啊医师，啊，然后再来啊指定啊去再去看。有的几个月就要去看到一个医生就很困难了，我看有在外国的、啊、
咱的同胞啊，拢会去了解。所以讲，马英九，伊讲，现伊定啊咧讲依法行政，啊，都欢迎看爱赔啊，健保的费用伊也唔纳，啊，大法官哪讲伊唔纳是违宪，啊，真正无法度伊啦，这都是啥？要付健保费，利息伫咧增加，啊伊唔纳，互你迄、那个健保制度要互你废掉，啊无就讲啊要国压吼来这杀诶剥削咱一般人民，国爱交较济税起来啦，这实在咱所痛心诶啦。哦，这啊，咱会使讲，这就是讲啊，咱讲个啊，这个会计政策啊，个管诶方法诶，这个选择啊，吼、哦，这个方法诶选择啊，就是、说啊，咱员工，因为咱个讲较简单诶，就是讲，因为即久咱大家讲过去未来，这会使用十年。啊，咱因为那要分担一年，那今仔讲一百块啊，一年就爱赚十块，爱分担十块。啊，有当时啊，讲咱买来这个机械，啊，都做到五年，伊的生产的效率无法度跟竞争，咱爱阁换新的机种来生产。啊，安尼是。咱的方法都要搁改变，吼、哦，啊，唔是一年一年分摊，啊，都要一般来讲叫做加速的结果，吼、哦，啊，加速的结果的方法，所以讲方法我会使来分摊，啊，搁来讲，这个不确定情况的估价的。处理就是无确确定情形的估计的处理，就是讲有的这个时间上啊无确定，啊有当时啊，咱有的在计算中间，咱在讲这个修理费用来讲啦，咱讲这台机器，咱啊爱有的啊，咱讲较简单的讲，汽车大家拢有这个习惯。汽车咱咧驶啊，拢爱定期去保养。啊，定期去保养有定期的费用，咱大家拢知。到尾个驶去了后，伊甲你检查出来讲，啊，你迄个眼镜啊，可能爱磨练有啊，哦，爱去啊大整修。这个增加一笔。足大的费用，啊，这就是咱所讲的，每台车拢无一定同款，所以讲这就是迄个不确定哦，无确定的情形，又搁爱指出，哦，啊，这咱拢爱去了解这个问题，哦，啊，咱所了解，咱即马这个公道转来吼，所以讲这个会计制度啦。咱讲较简单的讲，咱讲起个啥，请这个该会计师来甲咱看下。伊讲赚50万，同款咱的小诶这个账目，佮叫一会计师来甲咱做。伊讲赚60万，大家诶。这是事实的代志，这就是是安怎？我要甲大家讲讲，因为会计制度啊有这个关系，所以每一个会计师所判断的拢无一定同款。伊用伊的经验，伊的做法，
所以大家啊，大家会怀疑讲，嗯啊，但会计系内底，咱咧考试啊，会计系咧考试，咱拢爱考试。啊，考试出来，一题目奈拢同款啊，啊，迄、那个题目同款，但是答案啊拢同款，是安怎？因为伊甲假设的条件拢排除啦，所以算起来拢同款。啊，因为这就是要甲大家讲。这个会计啦，依照会计师的无同款所判断出来的迄个成果啊，无一定同款啦。最后，因为有这个关系，所以讲要给大家有这个概念。哦，这个会计我是真大诶，咱会使讲我要讲是，我是一个。管理上的一种迄个艺术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予大家啊了解吼、哦，啊，咱过来讲，咱主要啊上重要，甲这甲大家较有关系啦。未来啊，咱大家可能我拢参加咱的这个民政府内底的。工作人员，所以讲，咱我爱了解讲啊，政府会计的啊制度啊，咱要讲，这就是政府的咱所讲的，首先你要迄个推展这个。啊，施政的情形啊，这个施政啊，啊一定爱什么？首先就爱有这个预算，哦，爱预算啊，这个啊管理的工具啦，来做政府啊来推广啊行政事务啊，甲控制资源啊，甲照这个啊咱的法规，哦。啊，来做一套啊会计记录甲报告方式的处理分析。啊，这上重要是啥物？是要来控制政府机关税入甲税出的目的。啊，这主要是安怎？上重要，袂使负债啦。哦，袂使讲到这個，我去想着讲，阿扁啊做八年，咱台湾人民做啊的政的华流氓政府的财政，伊的负债啊一条啊超2000多亿，流氓政府啊。马英九，到即马也未四年，伊就会负债啊！我是上网去租界处去查，讲有一条要加6000亿，差济啦！一个做。四年，啊，一个啊，也未讲，也未四年嘞，啊，一个做八年，差哈济，这就是啥？那流氓政府这个，因所占的这个城市啊，的工程啊，上头编的预算，拢搁直直追加。啊，那咱台湾的总统啊，编的预算咧做，拢直直袂使增加的预算，啊，差足济咧啊！大家去比较，就会了解，吼、哦。那敢讲咱中山高甲
咱即马即个讲啊，迄、那个李哥，吼、哦，所以李哥就是讲啊，第一号公路啊，国家公路跟第三号国家公路，伊个计数就差足济咧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咱国讲即个捷运啊，台北所开的钱，甲高雄所开的钱，咱来比较。所以讲，咱足痛心的，啊，真正无法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咱爱家己讲，咱阿伯啊，啊，接到啊欠款以后，咱一定爱做甲予人民感动。所以大家有信心哦。哦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啊，咱个过来，即马来介绍，啥物叫做一般的公认会计原则？吼、哦，啊，一般的啊公认会计原则啦，对，会计原则啊，已经包括这个啊会计事务啊，甲伊个应用的方法啊，会计原则是根据这个会计啊。理论啊，迄、那个引导出来的有实用的价值，种种的基本原理方法加定数，啊来，这个原则啦，拢予大家会接受。啊，今啊，咱来介绍这个原则。第一就是讲企业啊。个体原则吼，即国体的原则，即这点啊，大家爱了解吼。那中小企业啊，因是咪安话啊？这间公司我开的啊，啊，我要开偌济钱，迄是我的代志啊。啊，根本伊无甲这个公司就是公司啊，迄、那个啊个人就是个人，无甲分甲足清楚。那有啲国外嘅人就有这个感觉，我上班开公司的车去上班，下班回来要去假日，要去旅游，要去找朋友，拢是安怎？驶私人嘅家己嘅车，分甲足清咧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即马就是安怎？这个观念也无啦。哦，这个就是讲，咱那是公家的车是要公家使用，这个就是讲咱的迄、那个叫做企业啊，这個、就是讲一个团体也好，企业也好，这個、就是国体的家属，就是讲咱。用钱这方面啊，你一定爱划分很清楚。我举一个例吼，予大家去思考吼。有诶国家拢有这个卡西诺，咱台商啊，有诶去遐投资，投资伊开工厂啊，做了也未歹，啊，定定会去卡西诺去消费。啊，卡西诺。这个钱用了，啊，才无钱啊！啊，无钱啊！伊讲啊，就辛苦要一本啊，迄、那个支票啊，甲摕出来，支票甲甲开咧，搁去交钱，搁去换现金，迄个筹码，搁换这个筹码，搁去啊，去啊余。哎，啊，即嘛啥？公私无分啊，即马这就是算公私无分。你现无钱啊，你哪会使摕公司的支票去换筹码？啊，到时即马少查落了，啊讲啊这哪会公司老板会把公司的钱摕去交警外交处去？啊，这一定袂使。啊，咱遮是讲。
公司拢我诶，我即马即个课题啊，原来即个课题啊，毋是共款，即个课题啊，原来即个课题毋是共款。那伫会计制度上啊，即无袂使哩安尼，所以讲即个我互大家啊了解一下吼。啊，咱即马过来讲啊，咱无论经营事业，啊，是经营社会团体也好，拢是迄个长远吼、长远的经营啦。咱叫做啊，迄、那个继续啊经营啊，继续经营的打算。咱毋是开店，毋是要开一年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是要长啊继续啊直直经营落去。咱要开公司，咱的想法，咱大家在想讲，啊，你哪会要开这个公司？有诶讲，我开这个公司是我最巴合的，我有办法赚钱，我唔才要来开。这个动机应该拢是安尼。我若无巴合的，我钱投资落，暗就爱。经营无好，也毋知收收的，啊了较济啊。所以讲，咱要设立公司，一定大家拢有这个观念，讲我是要经营，是继续经营落去。所以继续经营落去，伊的财产的计算方法，拢是爱符合咱叫做。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吼、哦，咱今仔讲，咱机械买来，咱是依照机械的迄个机械寿命，咱这个机械寿命有十年，咱就爱十年来分摊这个费用，吼、哦，这啊一年一年爱负担我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啊，这就是咱所采用的，就是讲叫做继续经营啊，价值。啊，过来，咱来讲配备啊，这个单位的价值，就是讲咱这个咱现在的绩效，咱讲新台票，以后说不定咱。用美金为单位，会使哩无？我会使呀，唔是袂使。现在有诶外销厂啊，啊，拢有诶，我会使用美金。啊，到尾要报销诶时，才来结算，转来咱新台票啊来报销。啊，当然，遮有一寡迄个汇率差别诶。会计处理、哦、叫做调整啊，调整啊，因为咱上市的公司啊发股票啊，伫市面上即个啊较大的公司啊，起码拢爱纳入哦，咱一般所说的讲叫做 IFRS， 就是讲爱使用。咱爱使用这个国际财务啊，迄、那个处理准则，国际财务处理准则来处理啊。啊，拜，咱伫台湾的校铺会使摕去美国，免阁登过盖过；咱要摕去英国啊，免阁盖过。安尼，世界诶。大公司啊，会使走去英国去发股票，会使走去美国去发股票，啊，这就是咱已经慢慢啊，当然，联邦政府若爱对着这个世界的这个迄、那个国际啊财务啊会计准则啊要行，哦，啊，这我甲大家补充，哦，啊，咱即马啊。
过来讲第四点，这啊，咱要讲就是讲，这个血白无变的价值，记伫小铺里，一千块就是一千块，袂使讲要用这个啥，迄个叫做咱的迄个过买的价值来算。我以前即卖一月初一。一千块，今仔会使买咧啊，十斤米。即马到年底啦，一千块才买九斤米。安尼一千块甲一千块都无同款啊，个价值无同款，咱拢袂使用伊个过买个价值来计算。拢是按照伊个计数，这个账面的这个金额做计算，这就是讲迄个币值啊无变。那伫这个经济啊学的观念嘛，一般会解释讲货币拢会贬值，所以有个人咱会讲，大家若趁钱啊，唔好存银票啊，寄伫银行啊。上好拢做啥物投资？有当时啊，隔壁拄啊有人要卖土地啦，啊，若算来会好，有现金，甲买啊，甲迄个袂歹。吼，有诶讲去买厝啦，啊，厝则来安怎？则来租人，也袂歹。你若摕现金嘛，那四万块一块，你就妥啊！这阮做囡仔时，拢经过的代志，大家去想看卖，这个代志会发生无？咱大家去思考哈，或者咧。问题去思考，所以讲，那有现金，一般的人，公司做哪好，到尾啊，拢安怎转行去做啥？房地产。伊讲，互你贬值，你我土地啊，伫咧，我厝啊，伫咧。所以讲，咱来遮受训。凡事听回去，你若有一些现金，你就看安怎去规划，对你有帮助，这让大家做参考啦，这让了解。若在这个经济学的观念啊，一月初一的一千块，甲十二月三十一日的，不是一千块啦，差不多。九百五十块左右，伊系自然会贬值啦。若升值的机会啊，那伫台湾来讲啊，机会较少啦。尤其是咱流氓政府、马政府咧做，咱会体会到虾米？真正民生的必需品直直起啦，这拢是白蛇。伊即马甲财团的税啊降低落，伊要摕啥物来补？佮直直开销，我袂。乌白编这个预算，乌白开销。前几天啊，那大家有在看新闻就知影，那个花很大的，我那个郝龙斌啊，市长，伊要编个编，五六亿，讲要创一个这个叫做迄个基金会，佮设一个基金会要来开啦，这拢是。人民的性命，那个怎汇款？所以，
所以讲实在是花很大哈、哦，好啊，那个好哈、哦，那个好。啊，咱会了解啊，这个做咱所讲的，即马过来讲会计期间，咱即马拢是一月初一加十二月三十一日，这就是咱结销的期间。啊，大部分咱的现在地方政府的国税局啊，拢是用这个时间咧啊做结算。啊，伫外国。会使予你公司设立的迄天，你家己指定讲，我是四月初一，甲第二年三月三十一日。日本的制度是四月初一，所以咱大家来上课，咱会了解日本甲台湾纳入。这个伊个不可分割的领土啊，未得分割领土，把它并进来是1945年的四月初一。哦，这个我看大家应该会了解吧？哦，这就是伊个。在他的会计年度的那个时候把台湾纳入他的国土，所以这点啊，很多学者都没去研究。我们林志贤博士真是了不起啊，了不起，和日本的外交人员来跟他沟通了后才说，啊，有没有那个事情啊？啊，事实就是有这个事情，日本天皇下的诏书，我看大家都知道嘛，吼，会了解了，吼。啊，咱再来说这个重要性和这个稳定性。啊，这个重要性和这个稳定性啊，就是讲，那支出有的时间，有的会计师讲啊，这是费用啦；有的会计师讲啊，这是资产啦。啊，是安怎来划分？安怎来分？啊，这会计师就讲，伊的判断吼，伊的判断讲。啊，你是做几亿的生意啊？啊，你买一个工具，啊，才啊一两万块，啊，这给他做费用来摊就好啊。哎，啊，有的会计师讲，啊，咱别杀你哦，你做的生意，才一年啊所做的生意啊，都无超过1000万的。吼、哦，安尼你买啊一两万块的物件，会袂使做费用哦，爱依照伊这个使用的期间来分哦。所以这是讲一个，给大家啊做参考，这个重要性甲这个叫做啊的稳定性吼、哦。啊这啊个我这个上重要啊，这个成本甲效益的考量的原则啊，哦有诶。咱头拄有讲，咱一块爱去想要做两块用，这都大家爱用一些啊智慧啊去来做哦。啊，这我有可能哦，也还是有可能哦。啊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，我即摆要讲较紧一丝吧吼。啊，行业别啦，就是讲各行各业所。定的都无同款，我举个一个较简单的，做兵的，我伫北部一年才做9个月，做迄个做啥？
毋是做兵的，做一般的，一年会使做几个月，十二个月嘛。啊，所以讲这就是啥？咱这就是行业上有诶有大月甲小月之分，这咱也爱安怎来谈？你袂使讲小月哦，啊，我诶成本就较悬，啊，我大月成本就较低，安尼。拢爱来分摊啦，分摊讲一个月的成本啊，拢差不多同款哦。这予大家做参考吼、哦。啊，这两点啊，大家一定爱了解哦。这两点，吼、哦，现金收付的基础，什么叫做现金收付的基础？上简单的解释就是讲，我若有收到现金，我就记下，无论。安怎，我都以现金为主。啊，这个行业，咱较了解的就是讲，病，迄个叫做病院啊，哦，医生馆啊，大部分拢采用现金啦。你来看病，啊，就哦，挂号费、药啊费啊、医生费啊，偌济安尼收入来，啊，伊就收到现金。啊，人送药啊来，啊，就去甲迄个小鬼讲啊。出力讲啊，你啊，这药啊，偌济哦，我提几担来啊，注射打啊，注射偌济，伊就付现金出，这叫做现金付款啊，收付的基础啦。因为这点啊，有诶无了解，啊无了解，伊讲嘿，我有利的，我就徛伫这个现金收付。我无啊无利的，我就讲啊，我是权啊，这个权责发生基础。迄为这两个，所以讲咱的会计制度必定上头遐都爱讲，我的会计制度是采用是现金收付的，还是啊权啊权责哈，权啊权管哈，权啊权责。啊，发生基础。咱即马要讲来解释这个啊，前者发生啊，这个基础哈、哦。这就是讲，无论你有现金啊，无现金，伫这年的期间发生的，你都爱是伫这年来算你的收入甲支出。安尼唔知简单讲，安尼唔知了解。我阁讲一摆吼，现金是收到现金，还是付现金才计数？啊，那唔是诶，啊，就免计数。哦，啊，咱即马阁讲到转来，这个环节啊，就是安怎？无论你伫今年发生诶是。这个年要来负担的费用，虽然你今年无付钱，是明年要付钱，那要算今年的费用。凡是这个期间所发生的收入加支出发生，虽然你无付钱，也是你加收的，你明年的收入，你即马收。这拢爱计数，这拢爱计数，这叫做环节发生环节。哦，啊，过来，咱，因为这会计政策，咱头拄话讲，咱甲沙特阿拉伯照款的代志，用这个咱就甲来解释了。啊，咱即马再来讲。咱用的会计啊，这个范例就是讲，咱简单吼，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讲，咱有分到十种啦吼，啊，伊这个叫做第一种是通的，第二种就是讲会计报告加会计考核，啊，这就大家话较干燥，哎，较无啥，因为这拢是。那个条文叙述的方式吼、
大家也不一定爱讲真了解啦。但是你若是咧管这个部门啦，你都爱去了解，啊，无要紧，会使去登录，吼、哦，大家各类啊去看，啊，这就是咱 BCI 的簿啊啦，啊凭证哦，啊加。甲这个哦，财务管理者吼，啊，咱即马干脆来看下最后吼、哦，最后，啊，最后，咱要甲你大家讲，会计制度呐，这个呐建立了真好势的时啦，咱会得看出来讲啊，这个诶啊成果啦，吼、哦，诶、这个决策的啊诶成果啊，拢会得哦影响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起立，立正，起立，休困十分钟。